好啦，心中有情，搞掂旺仔顺利埋全部马，不准备妥当第七场三班1200嘅短途赛五零会转气挑战杯准备。好啦，一开闸嘅时候啦，咁啊前面快嘅马，中间旺彩啊，咁啊内栏咧仲有呢只横扫千军嘅，最出心中有情啊，第四位就系无敌啊，咁啊内栏第五咧蓝眼罩王者拍档啦，出边咧仲有红帽六三嗰只咧海南一号嚟噶，再落后个零身位有八心之转啦，出边嚣舞啦，内栏新闻精英啊，后边三只齐德戚金筷子同埋红衫嘅红衣神仙啊。好啦，跑到去對面直路中段啦，你哋唔帶就我帶，心中有情況啊！咁第二位嘅馬橫掃千軍啊，黃彩欣第三、第四王者拍檔啊，灰馬第五位無敵啊，外邊咧仲有海南一號啊，再見到內欄新聞精英中間八心之轉啊，尾四係驕舞啊，尾三齊德戚，尾二紅衣神仙包咗落尾，仲係嗰只金筷子噶。好啦，入直路咁滯咯，前面帶頭心中有情仲係佔先嘅，咁啊拋離咗個幾身位。第二位有呢只旺彩啊，橫掃千軍喺中間啦，咁啊埋邊仲有王者拍檔啦、無敵啊、灰馬啦，外邊咧仲有海南一號啊，兜到嚟最後百零米啦，心中有情依然佔先，都叫緊虎噶啦。中間旺彩一路上緊嚟，埋邊仲有王者拍檔，中間咧就係橫掃千軍啊，接近終點啦，心中有情依然佔先，接近終點啦，五碧拳又食虎啦咁滯啦，心中有情啊，外邊咧旺彩都逐步進逼上嚟啊，兩隻馬係相當接近噶，中間王者拍檔咧嗰度夠唔夠空位咧？接近終點，叮噹馬頭。心中有情，好似机会系咪称先啲咧？系咪伟达咧？唔系开面咧？伟达到先，心中有情啊！王彩第二，王者拍档第三，第四就系呢只横扫千军476。哇，两只热门冇晒，不過都係啲歐西，但係側邊數落去嗰扎嚟㗎啦。好啦，睇翻呢個巡台影片啦，擺外檔喎，偉達。早段個際遇好緊要嘅。望住啲前領馬先，有黃彩啊，壓咗佢一個位，橫掃千軍 hold 住。咁亦都見到偉達開始喐啲喎，喐啲不如話你哋唔俾我埋去，我快過你哋咪得咯。佢哋兩隻都好似想話啦，少少留一留啊，變咗就俾咗個位啊，俾咗個機會俾阿偉達咧，就即刻咁 cut 咗埋你啦。咁都啱嘅，兩隻都試過今季係守好位而跑得好。hold 住啊嘛。海南一號喺開邊望空，但係其實隻馬都跌啲啦，又唔係話好嚴重嘅。唔係你賽前所想像話再匿後啲噃嚇。咁啊，王者拍檔就呢個位真係拍爛手掌噶啦，冇乜點走雞噶啦，係嘛？得勁嘅，點解佢有呢個眼罩？反而好似冇眼罩，可能衝得好喎。因為呢度比落去對不對啊？你睇嗱，都唔係爆上嚟咯，即係大步攬攬贏只橫掃千軍。係啊，咁樣抽落去只馬都唔飆喎。即係咪嗰個配件問題啊？眼罩啦。分段時間頭段23:86，第二段22:95，末段22:65，總時間1:09:46。